你现在马上带人干掉东方派。严署长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甚至你们这次比武他都可以不知道。既然话说成这样了，那我应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啊。实不相瞒，兄弟我呀是有伤在身，根本带不了徒弟打什么仗了。再说现在不是杀死东方白的最佳。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你们急需的东西。哦，这日本货呀。您是明白了，我千手佛早就没有退路了。余力，老大，咱干。干。好，是条汉子。那外边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下可好了，千手佛要被赶出北平了，我们大家可以留下来了。把那好消息告诉兄弟去，来走。弟兄们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
君还在吗？在。这事千万不能让东方大哥知道，我怕他会担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去了。小心呐。吵什么呢？这帮大老爷们儿晚上都不睡觉啊！还没完了，去看看他们搞什么鬼！今天的胜利，我们共同举杯干一杯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李三兄弟呢？怎么没来呀？喂，你们这帮大男人也太不讲究了吧！这么大一件喜事都没有人来通知我，要不是我自己出来了，是不是要等到明天早上你们才假惺惺的告诉我？小婉呀、啊，你醒了，李三赢了千手佛，我们可是庆祝了一个通宵呢！也太不把我小婉当回事了吧！是想通知你来着，可是谁敢进你的房间啊？要是虎掌齐进去了，被你发现了，你还以为他来做什么坏事来了？给他一巴掌，他不得恶心一辈子啊！啊！王主，什么时候你拿我老胡开玩笑了？我可是你们的恩人呢，你们还拿我开玩笑？要不是我，李三哥能这么顺利赢得第二局吗？哎，对了，李三哥呢？嗯，我们也正在找他，还以为和你在一起呢。大晚上的，我们俩在一起干嘛呀？哎，东方大哥，你的气色好像好了很多。嗯，看出来了，嗯，好了吧？这得有劳胡掌齐调配的方子，气血好了很多，对吧？看来胡掌齐有两下子嘛。我哪有什么两下子，都是你李三哥的功劳啊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看看啊。嗯，那我也去喝几杯。去吧。嗯。
啊！这是。你是？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燕子侠。燕子侠？对。我是佐藤。啊，找的就是你。这支剑你可能不熟悉，但这支剑上的毒你一定会很熟悉。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这个解药，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在哪里？我真不知道。啊，有骨气。在哪里？我真不知道。嗨，我知道。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我去。就这两盒了。就两盒？是。留你一条狗命。这个燕子离散名气实在大，名气实在大。好，他腾空传送印，落地轻无声，徒步走路他更是快如风，要说这离散真是有绝活，那叫啥绝活？您就是踩破脑袋那也踩不着。不在，他可能去帮你找解药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偷药？对呀、啊。偷什么药？他有可能去了日本医院帮你找解药去了。可我没想到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他
他走之前嘱咐过我，不要让我告诉你。不去喝酒，在这嘀咕什么呢？以前见小佛呀，他是怕的谁？他怕洞房八呀，现在怕李三儿。要是见小佛，大干来九门，保证是大爹大婶满地来找牙，哎，满地来找牙。东方帮主，多日不见呐！啊，东方帮主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呢？摆这么大桌也不通知我一声，也让我沾沾喜气，不是？大饼，你个混蛋！你和严署长不是有约定吗？我们没赶紧走，你还带人杀过来了！什么约定啊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啊？啊！坏了，帮主，他们不会是先斩后奏吧？千手佛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小子果然耍赖呀！不过，我早有准备，没想到吧？啊！东方帮主，要说耍赖，是谁耍赖呀？啊！东方帮主，您装病在家，找个人来替你比武，这不叫耍赖呀？啊！兄弟们，正好着！啥？大家伙，好，你们几个跟我走，走走走。早就溜到了
失的这几天里，我又收了一些武器。这么多枪，得花多少钱呀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来买的。我的呢？这东西你用不来。哈，谁说的？你会用枪？嗯，那当然了，本姑娘见过的世面可大着呢。给他一把。注意安全，见机行事，准备开枪。好，事先都有准备的，大明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今日想灭我燕子门可以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师父生前对我们的教导吧。你我的恩怨和众兄弟毫无干系，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灭了我的燕子门，那你又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死去的师父？你又如何让众兄弟服你？
不论是你的兄弟还是我的兄弟，都是有情义的好兄弟呀。他们也是娘亲父爱的人，所以我不想再伤及我们所有兄弟的性命。如果你还念及我们同门师兄弟的情谊，那你和我就按本帮派的帮规生死决斗。回答我，胆小鬼啊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不能去呀，不能去，帮主，不能去啊，帮主，不能去啊，帮主，帮主，东方大哥，帮主，你不能去。轻松地拿走我的性命，但你想清楚，作为帮主，其中的一条帮规就是以兄弟的性命为第一，以服众为帮本。如果你一定要执迷不悟这样做的话，那就是弃帮规于不顾，那就是本帮的叛徒。即使你坐上了帮主的位置，那我众兄弟也会对你不服。阿明，最后你还是输了。老大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弄死他。方师兄，说得好极了啊！
那我们今天就把咱俩多年的恩怨做个了结啊。啊，一山容不下二虎，那我们就按照本帮的规矩来个生死对决。东方师兄，兄弟们，清场！
这是我送你的一件大礼物。打开。是。都打，大炮。这是一门小型的阿姆斯特朗炮，不过只有三发炮弹，你可要小心用了。靠谱。东方白，你死期到了。Ha ha ha.